好怕哦！天啊！我敢！狙击枪是啊。恐怖了吧，大大！我靠！好可怕哦，天哪！太夸张了哦！我没有，我只要先把这个干掉，翻。刚这里的话，好像被发现。某组的黑科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是可以挡吗？还是太近不能挡？哇！所以我挡会失血哦，我刚没发现。干你娘！哦，白痴！哦，干，掉下去。
可以射那么远，不是瞎干吧？那是装爆破子弹的狙击枪吧？被抓到了！我知道了，当我的那个失衡值超过一定值，就是会红的那颗开始就会被打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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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那失衡值超过一定值，我就会被枪打，就是被透，被打会失血。知道了，就有在怀疑是不是。按错了啦！晚安。
错了啦，错了啦！我操你妈！你最近的是那个。进我才会拉旁边的，我真的气死！叫他要复活，拜。这只太麻烦，哎、欸、还，那、no ，我没有在那边打，他们怎么会发现？吃哦！不要过来啦，真的很烦哎、欸。干这一只就已经很麻烦了，然后还要在意旁边小怪。重点是因为附近有小怪，我一定只能在这一小块跟他打，然后还要注意，不能吸引到其他的，我真的觉得很奇怪，垃圾。哎、欸，旁边小怪硬的跟什么屁一样，超扯！尤其是这一个拿散弹枪那一个，他真的超扯。然后最麻烦是我踏到地板，他就会发现我，那我根本就也不能去暗算其他的垃圾。可不拉掉。
长枪师姐不是是很值的问题。拉不掉。哎，要不然我要一直在意那个字。那么远还拉不掉。还不行，我只能杀上面那一个。我这样就要一次打两条啊。好，不然就是。可是我刚暗算那两只，我就被发现啦、啊。刚就是这样啊。打到啊，三小、啊！好痛！我靠，他太快就回去了吧？盆子太快就回了吧。我知道你不用跟我讲要怎么打，真的不用跟我讲要怎么打，真的看我打就好，看我打好不好？不用跟我讲怎么打。是有一个跟我讲要怎么打的人已经被我骂了。干！完蛋！
哇，这只发现我了。怎么又看到我了？我怎么打到了啦？干！会死啊！为什么要看到我？真的很烦哎、欸！我就不用打啊，那只跟鬼一样。另外一个重生点，这样就没有办法。是，你上面那个他会看到我们在打，那个一定要先杀。啊，如果而且我从另外一个重生点打没有比较好啊。我如果先我打那两个，如果我只要被发现，他就会引到 boss， 你知道吗？我没有办法一次暗杀两个啊，暗杀一个，另外一个一定会注意到啊。Hi Crisis。是可以啊。问题是这样就会引到 boss 啊！哎，欧阳，关了，刚关。两个小我靠！
看为什么啊？我的小鸡鸡刀啊，小鸡鸡刀欸，打不到别人，他打得到我，干。不会嘞，连手把都不摔，怎么可能家暴？哎呦可。要不要暗杀？我操！勾到了，但你怎么又在勾？我操嘞！他的失衡值好难累计哦。哎，他太准了吧，白痴哦！他怎么这么准啊？我都已经位移了。我玩游戏只有唯一一次崩溃过。那个游戏叫做《宝贝龙咖啡厅》，笨到不行。烂啊！那个游戏太烂了，你知道吗？烂到极。是我三大粪便里面玩过最烂的，是最烂，没有第二，那是之最。红啊！都快打一半了，为什么？干完了！有慢了！
到底要来几次？No no no！ 干你娘嘞！啊，靠边！我以为要开，我以为要做别的动作。啊，差一点。跑到死，快一点！加一颗啊！Hey device， 哎，靠背哦！太容易被抓了吧？为什么啊？其实我还蛮不懂他为什么他失衡值要怎么样才会红。只要开始黄了，它的那个就变慢了。我不知道什麼它变什么。它要是底还是黑的，它的私人值就会消很快。我这是小鸡鸡气刀哎、欸，砍不到人。有了有了。
干你你啊！他打完能不能补血？破万四通，不，阿姨，哦，带我杀掉这女人，我就帮你们治病。我刚刚好像有发现，我踩他之后他就红。踩他了，为什么？完了 ，Chris 一直开始咳了。很会打，其实王都这样啊。王的条件是什么？完蛋！挖黄的条件是什么？不打，我喝水，你才要打。喂，这个到底要怎么让他黄啊？刚踩他，他也没黄啊。不行，我只有这把短到不行的小鸡鸡刀。哪里啦？
失血到一定值，就失血到一定值。去啊！这样我打不到啊！就这把小鸡鸡刀，关厕所没办法打他，他会一直跑。有啊，我刚有回斩啊。回斩被挡住好像没有什么意义，而且回斩很容易，他其实可以动了，他就会那个，因为不是每个王硬直时间都这么大。你吗？下去啊！我哎，我赌跳，可是可以把他逼到另外一边的话，就不用这个问题。我也觉得。力战了吧，杀了太多个我，力战了。
我忘记。我忘记要按一下叉叉或圈圈了。干你娘哦！干一世。就是王啊！是他，老实说，他一堆小王比我，就是比有奖杯的王强多了，认真的。比有奖杯的王真有特殊动画王都没有很强，但是没有的就大部分都很强。过来吗？我求你干！操你妈！你是有什么毛病哦？过来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多动了一下？防御，他为什么还会多动一下？而且不能把他打下去，打下去就没办法打了。刚刚拉开距离，根本就没有办法打。你干白痴哦！我是没暗杀到啊，垃圾！就精英怪，问题是他比王强太多啦。会啊，骑马的那个，然后跟阿蝶都很烂啊，说真的，觉得很烂。应该没办法吧。哦，谢谢乌骨鸡的后揪团。完蛋！
站得比较高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毛病啊？那我吃一下是会死是不是啊？不能踩他脸，他不能离开，他不能离开脚啊，这样没办法打、啊。啊！什么叫赌他每次都没射中？是为了要一直把他打到墙角，让他不能动啊！重点是我要让他不能动，要不然他那个累计，我要先弄掉他的血。然后才能让他累计，真的很烦哦。干你娘！别别。没有防到，这样也中，就气死！又是小鸡鸡刀，哇、哦，砍不到啦鸡耶！
为什么？我会被打到啊！